去期待明天你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每一天每一天，我最纯粹的快乐不是拥有全世界，而是对他感觉。每一天每一天，我最简单的愿望不是能走得多遥远，只要我们我伫台北已经宣布过，我要收卡洗手啊。所以即马待到南部，我无可能阁倒去做较早的兄弟叔。而且我即马，敢若是一个渔船老板尔。我想要趁我身体还阁健康，还阁有体力的时阵，替遮个渔民，替遮乡亲做一挂代志。所以我才会出来选渔民代表。我想我已经讲得真明白啦，恁大家就莫再搞我为难嘛。请。老大，这是你这次选代表，我一点仔心意。我即摆已经不是你的老大啦，别来搞惊。老大，我已经叫惯习了，我即摆嘛是生理人，而且我嘛是你带出来啊。在我的心内，一天是我的老大，就永远都是我的老大。好，真好。你若是当作我是你的老大，你这个红包就先收回。阿雄，歹势啦！啊，你嘛知影，恁家的性地就是安尼啊。无代志啊，是我无代志。那安尼哦，你就输桥。是。这个哦，是我好心啦，来叫阿雄叔。啊，阿雄叔你好，我叫陈文辉。好。坐，你我先来。送家啦。谢谢，一个五毛哦。大馒头，大馒头，好吃的山东大馒头哦。小季，家俊，
你怎么在这卖馒头啊？隔壁的张阿姨说这边人比较多，所以过来试试看啊。那你呢？我拉车到这附近就停下来了。再去，快点吃，吃饱才有力气拉车。好。大馒头，好吃的山东大馒头哦。先生，要看看吗？两个馒头。两个吗？这样子一块钱，稍等一下哦。先生坐车吗？谢谢谢谢。先生坐车吗？先生坐车吗？好吃的大馒头哦，山东大馒头。快点来看看好吃的山东大馒头哦！先生，看看吗？先生坐车吗？先生要不要买大馒头？喂，卖馒头的，留在这里卖，快走啊！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卖？在这边摆摊是要给钱的，你有给钱吗？喂，还不快走啊！干嘛推我啊？喂，干什么动手动脚的？家俊。没事吧？你赶快走哦！我从来不打女人。我去！家俊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！家俊。年轻人，出来走就也不打听一下这是谁的地盘，想英雄救美啊？你们几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生像话吗？笑笑阁袂歹嘛，啊？你很能打是吧？阿雄叔，你谁啊？我陈文辉，陈金生的儿子。哦，我在你家看过你，我老大的儿子嘛，啊，陈文辉对吧？他是我同学，给点面子，放了他吧。那你同学？好啊。我给你面子，还给你。谢谢阿总叔，哎，快点！家俊，没事吧？家俊，你疼吧？陈文辉，今天真的很谢谢你，还不是因为你的一句话。那帮人你们少惹一点，以后没事了就不要再来这里了。晨曦，你为什么要对赵家军这么好？我欠他的啊，从小到大赵家军就很照顾我，我当然也会对他好啊。晨曦，这里危险，以后不要在这卖馒头。陈文辉，谢了。
谢谢。晨曦。我今天帮你救了赵家俊，欠不欠我？欠。你想要我怎么还？好，我就让你先欠着，以后再让你还。一言为定。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是不是跟人打架了？没有，自己摔的。这明明是让人给打的，告诉我谁打的？没有，没出息。爸，爸，你不要这样！放开！妈的，我太没用了！我再问你一次，到底是谁打的？我不知道是谁，但爸，我没事了，我能忍这口气。是不是庙口那帮小流氓？你告诉我是哪个小子的？我真的没事。爸，你去哪儿？拉车。待会拿药膏自己擦一下。拉个车都拉不好。今天很不错。很好啊。等等。你的腿怎么回事啊？啊！爸，我今天去村子口的市场卖馒头，遇到地痞流氓收保护费，但没关系，我在那边刚好遇到家俊。你听着，丫头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你赵伯伯虽然是好朋友、好兄弟，但是我不希望你跟那个赵家俊走得那么近，听到没有？死老方，你开脑啦！妈，你在说什么啦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今天要不是有家俊保护我，你就不会去那种复杂的地方卖馒头。爸，我不用问都知道怎么回事。你们父女俩一个样，不到黄河心不死。我以前反对有道理吧？小心点。准备完的了，爸妈，你去写功课，我要出门打麻将。哎呀，你看看你啊，不搞得一身脏，去洗把脸，换个干净衣服，铺子过好哦，别光想着去找那个家具。
家俊。方妈妈，你又带着我们晨曦去打架，自己还受伤，怎么样？打架很威风是吧？你下次再逞英雄，不许你带着我们家晨曦去。方妈问你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？我喜欢的女孩，就算是有，也不可以是我们家晨曦。晨曦将来是要考大学、出国留学，离开这个小地方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知道。知道就好。你们现在这个年纪，应该好好读书，准备考大学，跟人家学什么时髦、谈恋爱。方妈妈是担心你们年纪小、不懂事，做错了事情，将来要受伤害。你听懂没有？方妈妈，我听懂了。听懂就好，记得哦。可是，我又不喜欢方晨曦。不喜欢最好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带走每一天。简单的愿望不是能走得多遥远，只要我们过好每一天。可是我又不喜欢方晨曦。不喜欢最好。奇怪，心怎么痛痛的？晨曦，怎么了？来帮你上药啊！你不要一天到晚缠着我们家晨曦，他将来是要考大学，做个有出息的人。你不要耽误他。你说，他怎么可以一天到晚跟你们这些野孩子混在一起？你说是吗，家俊？疼吗？不是叫你离我远一点的吗？到时候你妈看见你又要挨骂的。我又不怕。叫你离我远一点。赵家俊，如果你爱我，就让我们自由，别再。
罗琳，谢谢你。听完你的琵琶，我心情好多了。阿俊，罗琳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只是刚好经过这里，我这次没有偷看哦，顶多算偷听。你弹什么啊？你问的是乐器还是曲目啊？我知道这是琵琶，我问的是曲目。曲目是琵琶语。好听吗？琵琶语，好听，听起来就很澎湃人心。哎，你受伤了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哦。你怎么受伤的？打架。打架？方程西还说你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呢。我看不是这样，你除了会偷听、偷看，还会打架。方程西跟你说我是全世界最好的人。嗯，对啊。他为什么这样说？我看他在班上功课很好，人又很漂亮，又很聪明，我就问他干嘛老跟你走得那么近。所以你觉得我很坏，以为我是坏学生？你是吗？我是不会读书，又很不巧的会打架，但我是个好人。你真有趣。谢谢高姐。哎，大发，赵大哥，怎么在家里多休几天呢？啊？干嘛？我这又刚攒了一些，来，先还给你。哎呀，不急啊，不急，不急。哎呀，我知道攒完了就给你嘛，还一点。来交齐，你这个等你。那也得还一点，是一点嘛。留着，留着。拿着，拿着。不，不好看。拿去，你现在不好。哎，还差不少。我知道，我尽量凑，我凑足了，尽快还给你。哎，媳妇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赵大哥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邻居呗。哎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，大家都要养家活口，逞什么强啊？我看你啊，八成啊，你是刚刚打麻将输了钱，你不舒服，你找茬是吧？给我。哎，我刚好今天打麻将赢了100块，咱们家靠你卖包子馒头能过活啊？好好好，老范，我尽快凑足了还给你们，好吧？我还得去接个客人，我先走了啊。别吵，别吵。我这个菜。别吵啊！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故意的是吧？啊，当街数钱多难看呐！哎呦，救急不救穷，这道理没听过啊！我回去煮饭了。伤害，伤老板到了。请客。谢谢谢谢。又是你们两个小子在商量什么坏事啊？还不回家？老王，怎么又是你？哎呀喂，少打，够了。赵贝贝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干坏事，你先回去吧。回家。
哎，家俊，你多了这个伤，好像变帅了。你没上药啊？有疤了怎么办？又不是姑娘，脸上有点疤怎么了？那是因为你长得帅啊！我倒是想跟你换一换，起码比较男人味。你够帅了啦，怕没女生喜欢你啊？谁会嫌自己太帅？哎、欸，你不觉得今天很奇怪吗？嗯，那个陈文辉哦，平常都会去爱班找完晨曦，还过来我们这边炫耀一下什么的、啊。可是今天都很安静。嗯，对耶，你不讲我都没发现。嗯，大宝，你观察得真仔细啊。没什么啦，只是他哦，真的太讨人厌了，不注意他都难，所以觉得很反常。哎，家俊，如果晨曦真的被那个陈文辉追走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晨曦不可能喜欢那个痞子的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。家俊，如果晨曦真的被那个陈文辉追走了，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不怎么办？晨曦不可能喜欢那个痞子的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哦。你不努力，他就飞走喽。飞走喽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的！哎，对对对，你就拿出这把剑，好好去追晨曦啊！小声一点呢、啊，你。陈文辉加油！龚建国，你们看失误了。这个馒头，你这个馒头是在美食街小吉那里买的吗？不是啊，是在市场口那个山东大叔那买的啦，不是晨曦的。不是方晨曦卖馒头，我不吃啊！靠，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啊？对，还是我们走路去好了，反正20几分钟也很近的。20分钟那么远？啊，要不然骑脚踏车？脚踏车也可以了，是很逊哎，车没有。帅啊！哪里帅啊？不就一台摩托车吗？别丢脸了。早啊，熊叔。早啊，文辉。嗯，还好吗？嗯。好帅的车哦。怎么样，文辉？啊，姐姐叫我趴哈。怕超怕的。嗯，你们在那边干嘛？哦，熊老大，我们要去学校了啊，都没有车子，已经快来不及了。哦，会不会骑？最新的伟士牌啊，拿去骑。啊，小叔，你该不会是开玩笑吧？你真的要借我们骑啊？我会跟你开玩笑吗？啊，一台摩托车算什么？来，注意安全啊！谢谢阿雄叔，谢谢老大。
扯啊喂！我报道一下，报道一下。听说了没？隔壁班的赵家俊和三义的陈文辉，竟然为了方程熙打架。没这个事吧？你听谁说的？隔壁班男生说的，说什么陈文辉他们家在港尾村一带很有钱，而且那附近的流氓都是他爸手下。这跟赵家俊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是真的没听说，赵家俊跟方程熙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，表面上说什么他们是好哥们好兄弟，其实他们两个根本就在一起，好不好？结果陈文辉一转来，方程熙就去招惹他，搞得赵家俊不高兴，所以就一天到晚去找陈文辉麻烦。是吗？我不觉得是这样哎。陈文辉今天怎么没来找人呢？阿姨啊，你总算是得回来啊！大兄，我也想袂到，这道菲律宾的风台这厉害，我伫遐钓三个外月，险要连人命都无啊！你敢知啊？辛苦啊！来，这几款米线，你食过瘾哈？对啦，阿姨啊，这米线紧食啦，会当过瘾哦！大兄。啊，是你较有法度，规个港尾村吼，嘛敢咱家有猪脚通好食。小明啊，我看咱家以后就较少买肉，尽量就较简单尔。为什么？啊，即马文辉长咧大呢，当然嘛是爱加食一寡肉，较有营养啊。啊，而且迄台猪的，一个月台两遍。咱若是无去买，是啥物人要买啊？你也想看卖，迄市场太低，若是讲拢夹肉卖互咱兜，啊，其他人会安怎想？大兄，啊，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是？因为最近
阿雄常常来找我的关系，馆长真不欢喜啊。讲派出所的所长接到线嘛，讲我是乌金啦。什么乌金？你早就已经收卡洗手安尼，这大家人拢嘛知。靠什么？大家拢知？恁看啦，这个杯仔内底底的水，只要有茶色就好啊。恁敢看会出来，伊内底到底是用茶叶还是用茶汁？大爷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有人伫咧外口调故意伫咧乌白讲话，伫咧胡乱放消息咯？啊，咱家有啥物话，通互人讲的啊？做的哦。小俊，你在干什么？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。小俊，你在干什么？小声一点啊，不要影响罗琳弹琵琶。好美哦，对不对？你是偷窥变态狂是吗？我是说琵琶声啦。你这个土豹子，听得懂琵琶声音美不美吗？我早就听罗琳弹过了。这个叫琵琶语，是不是很美啊？早就听过了。嗯。你跟罗琳很熟是吗？所以你跟他早就认识。哎呀！走。哎哎哎哎哎我干嘛？我怕你影响罗琳弹琵琶、啊。你怎么知道他弹曲目是什么？当然是罗琳跟我说的、啊。罗琳，没踩着，给我打我脸很痛哎、欸！把话讲清楚才准走。你干嘛、啊？逗你的啦，有好消息都不跟我说，算什么好朋友啊？哎，我真的越来越不了解你耶，我哪来什么好消息啊？少来了啦，刚刚自己都说溜嘴了，明明都跟罗琳搭上话，还知道她的曲目，这不是非同小可的交情吗？方晨曦，你真的有毛病啊！罗琳是亲切，不嫌弃我这个放牛般的土豹子，但不代表他就对我另眼相待了，好吗？那你怎么跟他搭上话的？我。哇，罗琳！你们俩搞屁呀、啊？关你屁事啊！晨曦，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我要怎么跟罗琳说话才不显得我老土啊？借你几本琼瑶小说，回去自己参考参考。我一个大男人看琼瑶小说像话吗？你就跟我说你觉得好的就好了。对于你，
我收藏着，我保有着，从过去直到永恒。对于你，我收藏着，我保有着，从过去到永恒。我试着寻找你曾经触摸过的轨迹，在想你在哪里。真是够哥们的，万万没有想到，你看了这么多年的琼瑶小说，最大的受益者居然是我哎！晨曦，谢谢你提供这么多优美的词句给我。要是叫我想，我这辈子都想不出来。谢啦。不客气，谁叫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对，好朋友。谢啦，晨曦。喂，方晨曦，方晨曦，怎么跑了？哎，你们两个是怎样？吵架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之前夏克还说过话呢，他还叫我用有气质的话跟罗琳交谈。拔马姿，而且还是校花哎！不是啦，我哪有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啊？我只是……老啊，我怎么没看过你啊？晨曦。你这个小子炸鸡已经吃过哎，爽。这是家俊他娘留下来的，你先拿去做做数。我在台湾为你当欺负女生呢，晨曦。晨曦，你没事吧？渐渐凋落，过去没有人懂，年少的青春早已消失无踪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岁岁年年匆匆带走他的容颜。曾经美丽过，曾经美丽过，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美丽过。She was beautiful, she was beautiful. Does anybody know that she was beautiful?She was beautiful.